小朋友们，我是乐乐。今天我们来玩百宝功能箱玩具，你们猜猜看，这上边会有多少扇门呢？我们一起来找找。第一扇门是一扇双开门，关上吧，锁好。这是一个卡扣，跟背包上的卡扣一样的，扣好。有两把钥匙，来开锁吧。开好了，这是灯泡开关。这有一个小铃铛，是给狗狗戴的。这是水龙头开关，地面有好多东西。我们再看看第二面有什么，有一件上衣，把纽扣扣好吧。这是拖鞋，上面有魔术贴，贴回去。这也是一只鞋子，我们把鞋带系好吧。吃鱼，兔子爱吃胡萝卜，松鼠爱吃树叶，还有四颗珠子，白色的，浅绿色的，黄色的，还有蓝色的。第二面一扇门都没有，我们来找找第三面和第四面吧。拿走锁链，开门，再关上，放回锁链。这是灯的开关，开灯吧。哦，这是第三扇门哦。关上，锁好。小汽车正在路上行驶呢。这是一条鱼，鱼身上有好多鱼鳞啊。这是门锁，开锁。这是收线器。这是时钟，现在是七点。这是电话，我们来拨打电话。还剩最后一个面了，快来找找里面有没有门。这是圆形、三角形、正方形，还有一个旋转陀螺。乐乐学习时间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到有多少扇门了吗？我们再来数一数：第一扇，第二扇，第三扇。一共是三扇门，我们来认识一下数字三。这是数字三，它像什么呢？像耳朵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记住了吗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